你自诩是个无姓之人，我知道你有着不愿说的故事，村民们也都很是喜欢你，你也一直在帮助世子，你当真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聪慧的女子。既然你已无家，何不入我君家族谱，从今往后你就是君家寨的人，君家寨的所有人都是你的家人。族长，我是女子，女子不能入族谱啊。不，你是好男儿，你是君莫问。看来我们君家寨又多了一个族人呢。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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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一个人就多双手嘛，这样以后打起架来才更轻松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。莫文先生，我们也不能闲着呀，给我们分配任务吧。对，你说吧。说呀，说。小心啊，一定得留神啊，这千万小心啊。